仙界吗？喂，怎么了？没回来啊？我突然不想吃了，放那吧。我感冒，我去洗一下衣服，不用自己洗就好。
快的精神病院了吗？然后男主人公拿第二个妻子做实验，循环，结局就是关进精神病院了。
Thank you.
直播是不看时间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要提醒我，不提醒我就忘记了。我又不是盼着下播。
喜欢欺负我。上学的时候长啥样？上学的时候就长上学的样子。Thank you.
然后如果他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都被禁言了。他有我牌子，还给我刷过礼物。今天啊，别忘记了。晚安，哥哥。
上9点到凌晨3点，就好像对于说，哎，宝贝，我会带着星星的闪耀，月亮的温柔，带着云朵的秋雨，顺着微风飘进现在还在陪，飘进现在还在陪我那个人的梦里。哦，懂了，顺着微风飘进。